收视控制。收视控制可协助家长管理子女收看电视。收视控制方式包括开机锁、年龄分级及收视时间。收视控制密码用于收看收视管制节目，请于出现提示后按控制键再输入密码。锁码频道密码专用于收看锁码频道，请于出现提示后按控制键再输入密码。设定收视控制密码，请选择系统设定、进阶设定、收视控制。设定锁码频道密码，请选择系统设定、本机资讯、CA 设定。设定时输入旧密码，预设均为0000，再输入两次新密码，按确认键完成变更。收看管制节目时，电视将无法播出，并出现提示讯息，按控制键跳出输入密码的栏位。依提示输入收视控制密码或锁码频道密码，预设为0000。输入后，节目解除管制，可以开始收看。从系统设定、进阶设定进入收视控制，选择开机锁，输入原收视控制密码，预设为0000，选择是启动开机锁，按确认键完成设定。设定开机锁后，每次打开机上核电源都要输入收视控制密码。进入收视控制功能表，选择年龄控制，并输入收视管制密码。选择管制年龄级别，按确认键完成设定。设定年龄控制后，每次收看超过该级别的节目，都要输入收视控制密码。进入收视控制功能表，选择时间控制，并输入收视管制密码。设定管制收看时间，按确认键完成设定。设定时间控制后，在管制的时间收看电视，都要输入收视控制密码。